天庭下，别说谢，我听伊讲你文武相中，那连一点啊道理都唔捌。今叫你嫁给秀宝，既有父命，又搁有门子，你不应该找上文来。我唔是来找叫你，我是来找你。我是文来，他讲你别讲，组团的乾坤局。我今天是要替我阿娘报恩仇。你讲这句话，敢有什么证据？哼，无证据，你就要向我认心，你就要推卸责任，是要多少心？叶三生，你错看秀母。你那家乡。